大家好，我是大维金辉钟表行阿 wing， 今日咧为大家介绍香港品牌 Ocean X 鲨鱼仔嘅1000米石表。咁呢几款咧都系水晶嘅限量版，每款咧出175只。首先介绍呢款几受欢迎嘅红蓝石圈，直径咧就系43.5mm， 外圈咧可以单向旋转，配备咗蓝宝石嘅水晶表面，有防反光涂层。咁呢只红蓝石圈啦，再衬翻个黑色嘅表面啦，戴上手咧都有种奢华嘅感觉。咁呢款手表咧附有1000米嘅防水，有做咗个螺丝锁把的，而另一边嘅九时位咧做咗一个1000米嘅排气阀，可以自动排氦气。表身同埋表底两边咧都做咗个抛光打磨，采用咗个双重嘅保险扣，都系做咗后桥啦，非常之硬净。表底因为有1000米防水，所以都是做了个旋入式的锁底。除了红蓝色的黑面之外，还有这只苹果绿，衬翻个镭射的绿色面。12点的黑度全部都是做了个立体的银色字钉，有超夜光的涂层。如果喜欢多些色彩的，就可以选这只彩虹圈。而彩虹圈配衬了这个玫瑰金的表带。表的计时外圈和把的位都是做了玫瑰金。而12字位啦、长短针和秒针都是做了玫瑰金色。除了降带之外，还有这只糖果圈的胶带选择。糖果圈这只全只表壳都是做了玫瑰金色。戴上手就再轻巧一点。表带都是做了一条很软熟的表带，配上个玫瑰金扣。Ocean X 这个1000米系列都是采用日本的精工 NH35 自动机芯，可以手上链或者自动。上半年可以大约行41小时左右。官网定价大约4000多元左右，我们当然有个超级笋价被标埋啦，3000头就买到了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门试试一下。今集介绍到这里，下集见。